安防千人 ，Yes， 左脚右脚啊，这是国防美好的一天，充满着爱、热情、效率、快乐。Yes， 桥式房屋，桃园中正店今天开幕，非常多的长官跟贵宾莅临，本人代表风起事业机构感谢所有的长官跟贵宾。那今天是我们风起事业机构的第六个营业据点，我们风起事业机构在三年前第一家的中介公司是在芦竹乡南竹路，第二家是在芦竹乡的中山路永庆不动产中山店，接着下来永庆不动产南崁光明店、永庆不动产中越店。在南崁地区四家中介公司之后，我感觉整个市场的饱和，所以触角延伸到最精华的地区桃园义云特区。我们先后在桃园义云特区的南平路开了有潮式房屋桃园义文店，一直到今天的第六家有潮式房屋桃园中正店。我相信在六家对我们体系来讲是我们成果的展现，全体努力的成果，但是对我们的企图心跟意念来讲，我们觉得我们要更扩大服务的层面，让我们有潮式房屋以及我们永庆不动产在桃园县遍地开花。我想这是我们的决心跟意义。比较认为说负担比较重的很多的这种消费者预计要买房子的人都往桃园这个区块来，然后也蛮感谢这个桃园县整个的一个发展像五羊快速公路啦还有这个交通那个跟台北的这个机场的捷运啦所以会带动这个区块这个房市的繁荣。所以以我们的一个计划来讲的，如果说生意做得不错的状况下来讲，当然要造福更多的桃园这边的人民所以我们做很好的一个服务。